风流少年，年华作飞仙，多少失恋生死擦肩，命悬一线，亘古传说做笑谈，观星斗轮转，光阴更迭过眼云烟，黑漆梦里飞雪漫天，故人问酒似当年。 三剑，我也挡下来了。你输了，你才真玄境，竟然能接下我的剑，实在太厉害了！怪不得公主姐姐看得上你。嗯嗯，你确实配得上她。我凌杰愿赌服输，认你当老大了。老大，你可得指点指点我啊！云兄弟的实力着实让人心服口服。 不过我们这次是为了给皇室送请帖，其他的日后再说吧。我们这就告辞了。半年后天界山庄，恭迎贵客。云师弟，你真的没事了吗？ 虽然你赢了灵剑，可是硬接了那么强的三剑。师姐放心，我已经无大碍了。对了，他们送来的请帖，难道是苍风排位战？嗯，没错。不过云师弟不用担心，你要参加的是下下届排位战，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准备。下下届吗？ 对了，师姐，你接挂皇上，就不必陪着我了。我再休息会儿，就自己回玄府。那师弟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有什么需要就联系我。师姐为何不让我参加这届苍风排位战呢？嗯，出来吧。 哼，我们俩还想着在哪儿动手合适呢？没想到你给自己找了块好坟地呀！伤痕你好，要速战速决。知道你们俩和慕容逸是一伙的，要来找我报仇，那就来吧！凤翼天穹舞。 什么？薛浪这种天选榜前10的高手，就这么败了？风白翼，到底赢了，去死吧！父母，快救我！小辈，休伤我家少爷！风伯，快杀了他！谁？如此阵亡的旋律！这是冰系功法。小仙女，是你保护了我吗？你快出来！我知道是你。算了，小仙女不愿出来，我自有办法引她出来。先把这两个家伙毁尸灭迹。 再去铲除慕容逸，以绝后患才是上策。哼哼，惹到我的人，一个也别想跑。哼，镇美将军，平西将军，看我让你们两家怎么反目成仇！ 听说了吗？慕容逸昨晚在家里被风白衣暗杀了，风白衣逃跑，下落不明啊！镇北将军府和平西将军府闹得不可开交，都快打起来了。哼，传的倒是快。这群白痴死也猜不到，我把他们都杀了，还互相嫁祸。哦。 终于能开始炼制龙血宝丹了。这王玄龙血的气息，不信也不住小仙女。哼，十成色，完美。啊，这是什么丹药？ 怎么会王玄境的气息？这是王玄龙血炼制的龙血宝丹，能够提升玄力，增强体质。果然要用这个吸引你，你才愿意出来。想不到，一个玄府弟子竟然还有这种不借外物炼丹的本事。你又何必拘泥于这方小天地呢？我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、力量和掌控。 所以人在何处，又有何差别呢？小仙女，你是冰云仙宫的人吧？你不说话，那我就当你默认了。你认识夏清月吗？她应该也是冰云仙宫的弟子。嗯，你认识清月？小时候在流云城认识的，后来听说她嫁人离开了。 他的确是我宫弟子。如果你今年代表皇室参加苍风排位战的话，或许有机会见他。《逆天邪神》漫画版已上线，赶紧下载看漫画 APP， 抢先观看吧。